我终于来了，这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。还，这是你的身份信息，你现在可以打开看一下。您在本期的角色是赵建黎。 角色简介：战国末年，燕国人，最早的机杼能手，生活只有音乐和刺杀两件事，活着的目标很纯粹。刺客，哇，老哥有位了，呜呼！请到等位区就位，我来了，欢迎我们的赵饶。 你是谁啊？